节目的最后，啾啾爱犬美容保健讲座。那今天将先带我们去 Orange County 一家宠物店，看店员是怎么为幼犬洗澡的，还有替两个月大幼犬洗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事项。我们也将在这个过程中一一的提醒你。谢谢你的收看。Thank you.